2023年的8月份过后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钱会比以前更好赚了。无论你现在欠多少钱，当你看完了我接下来讲的内容之后啊，你都极有可能在3年内还清所有的债务。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，你将会越来越有钱。你是在这14亿人中间被挑选出来的天选之子，幸运之人呐、不管是天意还是无意，不是你偶然就能刷到的。各位啊，你给我相信大数据啊，普通人他是刷不到的。刷到的家人们点个赞，今年啊生意红红火火。这两年呢，很多行业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，但是从8月份过后，直到2028年，新的周期将会有一番新的气象。2023年是中国经济的春天，如果你想一个月挣到过去半年的工资，如果你还有一点野心的话，是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千万不要急着去打工。如果你现在还是有点迷茫，不知道怎么做，不知道做什么，那主页199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帮到你们提升你的财富创造思维。正所谓人在家中坐，喜从天上来。今天晚上啊，财神就会到你家里面去来找你，带着巨款来找你发财。你想不要都不行，你想不发财都不行，甚至干嘛，他还会强行把钱塞在你手上，只需要干嘛，你伸出双手负责接收就可以了。以后啊，你就会顺风顺水，越来越有钱，而且财源广进，幸福安康。刷到我的视频的家人们，赶紧把这份财富接收吧，点点小黄车199商业模式，让你发财，发了财再把这些观点转给你身边的人，大家一起发财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